交警队员是我个人的钱，你连个人都没着。交警队吃的违章制。我给你把视频拍上，说实在的，你放心。你下班有事吗？这下班个两个去了。一百个人。一个半个。你看，铲的烂，走的慢，腰的缠缠着一百万嘛。到了就看有违章吗？有违章的话不是没不了吗？没有什么，过线都没着吗？过线的。我顺车就顺不了这种。顺车顺不了对着吗？你让我先把这个擦完一点。能成。咱你这个皮耶。手擦又还正常同一个系统吗？谁擦一个系统吗？我喊你六分吗？七分？我都免分了，你这还？总共交九百元，不到一千元，还是给你送个油盘子？你到几个油挣上吗？没了就是。哎，把这个油盘放两个零零来着。